璇，这么巧啊，不记得我了。你是露娜哦？对呀、啊，人长得美果然有好处，人家特别记得你的名字。怎么那么久没来卡拉 OK 了？哦，我很少去这地方的，那天是约了人才会过去的。买什么？啊，没有，就买一些东西啊，不，买补品给我老婆。好碎了，当你老婆真幸福。你呢？啊、哦，买一些药材和中药给我妈。哇、哦，很孝顺啊。还好。来。漂亮啊，不用一直看着我嘛。没有，你长得很像我一个认识的人。嗯，陈春仙，就是你说的长得跟我一样漂亮的那个长辈啊。也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像韩国明星，叫我去拍戏呢。那天在卡拉 OK， 为什么你会唱那首这么老的英文歌啊？哦、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。对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首歌有100年的历史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常会唱这首歌哄我睡觉的，听久了就会唱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不好听啊？好听，好听。我只是好奇，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认识那么老的一首歌？ 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。接到你的电话就赶过来了，先进去吧。为什么？进去就知道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谁说的？你没看到那个可怕的家伙就在那里吗？已经在那边待了快2个小时了，搞得我都不能睡觉，房间都不敢待呀、啊。那你要我把他赶走还是把他抓走啊？当然是打死他了。抓走还是赶走，万一他回来我怎么办啊？打死他比较好吧。我的朋友叫我大喜就好了。大喜啊，你跟我女儿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不要想那么多啦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我很开明的。他是我的客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客人？我们是在卡拉 OK 认识的。你还要在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工作多久啊？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自暴自弃、自甘堕落，不值得的。我就喜欢自甘堕落，不用你管。我是你妈，我为什么管不了？我喜欢在卡拉 OK 工作，你要是看不顺眼就不要管那么多，免得我一见到你就讨厌了。这么讨厌我，你回来干嘛？我才懒得理你呢，是你打电话叫我来的啊！早知道让你被我吓死。你要死啊？这么跟我说话？好啊，你滚，有多远就滚多远，我不想看到你，走啊！滚就滚。长大后他希望可以找个好归宿，但是我却步上了他的后尘，也被男人抛弃了，所以他对我很失望了。
我觉得你不需要在那种地方上班的，你应该可以找到更好工作。你也觉得在卡拉 OK 工作很丢脸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没有。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，的确是因为被甩了，想说能不能刺激一下那个男人，让他回心转意。但是在那里工作久了，我发现其实也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糟糕，有酒喝，可以免费唱歌，薪水高，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